哎呀，今天这个亚瑟绝对是我见过最有实力的，不但手上有一块上海手表，家里还有两块百达翡丽，分别价值200多万和100多万，以及两块劳力士，让我当场惊呆了。亚瑟看什么表啊？方的，这个不是蛮好的吗？这个我不喜欢，这个不喜欢啊？是百达翡丽的，我要带黄的，带金的。那个18K黄金的是吧？好的，我一个放到，给我摔坏了。摔坏了？什么表啊？就什么？什么牌子啊？哎，我也做不出来。我香港买的，40万，名表里面最后一档。亚瑟多大了？75。老头了。看不出来。那我带一个北大湖的给你看看。哦，亚瑟还有百达翡丽的，好几块表了。我香港买的。多少钱啊？120多。 120多万啊！我的个天哪！这个这么难看，这个太难看了，被亚瑟嫌弃了。这个白金的 AU75。我那个白大飞的，我洗澡一直带，带嘛，随身取进去。后面能看到两点，到汉德里去，那个老头出来了，他懂啊，他说你这表是你的，这里不能查的，到隔壁房间想着去，他说我。 会查，但是我不查。他说你这个表要到香港去查。哦，120万的百达翡丽啊！哦哟，结棍了，结棍啊！不要说，看不到。劳力士呀，娇贵度啊！这老人家好看啊！啊，你咋个子啊？几点？这6万多。6万。啊，可以吧？这可以。这面色可以啊？欢喜吧？我有了。有了是吧？ 哦哟，亚瑟，侬屋里向有几只表啦？欢喜出那一套内裤，不能不要看。哦哟，交关多了。他说你不要怕人家偷掉，人家偷不掉我。那这个要担心的，这么贵的表，我去。他说你偷掉马上报个警，会帮你妈妈的查的。太贵了，120多万呢。亚瑟，下趟内裤来看就好啊。好啊，他哪能打来他们？表不是看时间的，给人家看的。不人家看哦。 是吧？不是看时间的，劳力士都蛮好的。劳力士交关多啊，侬看一下，是吧？搿只白颜色。我有了。啊。我有，就两只。两只劳力士啊？哦哟，要结棍啊！结棍子，放着也值钱的，还有老子200多万嘞。哦，200多万也买过啊？我哪有糖给俺包的？香港他们买表人多。 买了块表，对吧？我看看一个表，上海牌。哦，看一下。可以，我看看。哦哟。这个表我看，我喜欢这个表。哦哟，这个大金表啊。这个戴戴可以，对吧？哦哟，这个什么牌子啊？上海牌。哦，上海牌对吧？哦哟，但这个不是18K金啊，这个不是18K金。挺沉的，这个。这个不是18K金。 我知道，我这次从外面里面兜一看。哦，可以啊，亚瑟，200多万、100多万，还有这种上海牌啊，随便玩对吧？哦哟，这可以的，这个买了多少钱啊？4000块，3900。啊？怎么？4000块买个上海牌啊？3900呀？这个你要是拿出来变现啊，最多就70-80块钱吧。 哦哟，这个拜托，拜托，还是金色的。哦哟，这个会掉漆的，它不是18K金，戴久了它这个黄色就会掉漆，然后底色会露出来的。你买贵了，你这个最多几百块，义乌那边有很多的。我是从外面里面一个表店买的。哦，要说买贵了，买的人也有啊，带枪的。啊，也蛮好的，送人了，啊、要不就拿去了。对对对，可以的，有枪了啊。 好，再见。好，再会啊！哦哟，上海啊，真的是卧虎藏龙啊！这个亚瑟，200多万的表，120万的表，劳力士还有两块，他都有。